主料，茄子两个，西红柿一个，辅料，葱、姜、蒜、酱油、糖、盐。茄子切滚刀块，放点盐腌一会，把腌好的茄子里挤出去，放油把茄子炸软，把多余的油控出去，放葱片姜末炒香，放西红柿末，放糖盐酱油调味，出锅前放蒜末，出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